欢迎来到加州洛杉矶市中心的第67街1137号。这栋建筑建于1925年。露营师他已有99岁，几乎成为百年建筑。看看这里，这是我们安装新出轨、新泰面和新胡桃墓地半前的样子。此外，这里还有一间全新翻修的浴室。这房子受欢迎的原因之一，14间卧室带来的潜在租金收入。看看翻新前后的对比，14间卧室全面翻新，从旧到新。现在我们上楼吧。楼梯定不是翻新过的第二间卧室，如你所见。通往阁楼的小门很紧凑，像爱丽丝梦游仙境的门。然后试着我之一，第四间上层卧室，可欣赏邻里和美丽天空。洛杉矶是世界上最受欢迎的城市之一，未知绝佳，利海滩八分钟，市中心22分钟，南加大约15分钟 ，UCLA 半小时车程。没错，低端，低端，低端。我是老伦斯教一所的伯尼，谢谢。